大家早上好，我现在一觉都睡到9点多了，因为农村的床啊，晚上很冷的感觉，早上特别暖和，都不想起床。我妈说已经把早餐煮好了，煮的稀饭。我看看现在几点了，现在9:36了，大年初三。半姐，你怎么就出来了嘞？裤子穿了。昨天买的这个灶还是很管用的。把菜放到里面，一会儿就蒸热了。四川泡菜，棒棒的。还有这好多吃的。这煮的稀饭也是用电饭锅煮的，很方便哦。稀饭，半斤可以吃稀饭里面的红薯。现在烧热水洗脸，半斤已经在飞奔了。半斤过来，飞奔跑。烧热水洗脸。过来，去外面，外面，今天把你关到这里面自由飞奔好不好？这里面出不去，那边也是围住的。半斤，你看现在农村检查的也很严哦，来了3个医生、4个医生啊，戴着口罩过来了。半斤过来，只能把你关到车上，让你不要去赶集喽。现在农村也查得很严了，因为他们那个车是湖北回来的，但是不是武汉。1973，不让他去赶集了，每天都要来查体温喽。大家不是想看农村吗？来呀，这苏州回来，那个是湖北回来。你早睡醒了来检查了。这个是我想想，这个是90几年的电视吧，古董了，这真的是古董了，都忘了以前好像有40多个台，这下面好像是10个台。这个是四川泡菜的大坛子，以前在农村家天天都是稀饭泡菜，就是这种坛子，好大的坛。这个就是柏树，柏树是熏腊肉的，这个柏树鸭是可以熏腊肉，四川腊肉就是这样的。我都还没洗脸就跟大家说了那么多，人家说要化妆啊什么的，我都一直都是这样比较懒散的一个人。哎呀，给他吃了个肉，吃了待会就去赶集。我们现在要去赶集了，就我跟我爸还有半斤，走一段这个土路，然后对面就是水泥路了。完了，今天在下雨了，今天回来的话这个泥巴路可能就不行了。赶集啊，干啥？干长沙、啊、过了这个地方你看，哇，哎呦，开出跑车的感觉了。我来给他微信一下，他说他看我一眼他就走了，他说现在不要让我跟他5米之内。哎呀，笑死我了。你不是说要跟我5米之外吗？就是小烟花哦，就是迷娃上来了。你转黄花。好，拜拜。好，问题是我给你带回来，你赶不来了啊！我给你扔到那个马路上，你自己过来了啊！拜拜。我们都是这个老房子出来的，人家开奔驰，我开面包车哟，你这个洋气哦！不要钱，你走去打球啊！哎，我爸喝酒，我要去买秋裤，晚上好冷。拜拜。就是忘了拿这个盘子，昨天装鱼的盘，还可以退40的押金。滴滴，转弯的地方就要按喇叭，最怕转弯退车了，真的要考技术。现在到了好路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水库，现在来退这个盘子。好大的风啊！这里用的收付款收了40元，
停到这里了。范经理就在车里啊，我们去赶集买点东西就回去了。我爸去买酒，我去买秋裤，还有帮我姑姑买那个烟花，就拿在手上玩的那个烟花。现在人都少很多了啊，我去买，我主要是买秋裤，太冷了，晚上睡不着啊，早上又不想起来，就这里。这个穿农村看电视舒服啊，这个脏了擦一下就好了，这是。可以，这样来讲，这个买一下来讲。来，买个合适吗？好。好，给我妈拿一双。246。拿了两双鞋，我的睡衣。这是那个镇上的药房，没口罩了，好难呀，买个口罩太难了。哦，这里买个毛毯回去，晚上我好冷哎。真的是好冷，我这个100块买个毛毯，现在晚上就不冷了。这个镇上城里的东西都有。哎，这药店看有没有口罩，刚才那个没有。用了多少几瓶呢？然后有个10瓶嘛，要那么多种啊？我给别个送啊，给商店里人一个拿一瓶。我们只拿了6瓶，因为我说要10瓶，他们都不卖。他说其他人还要买，让我们回去给他们一人分半瓶。啊，现在有钱都买不了口罩，然后买消毒水也是，很多药店都没有消毒水了。他那里还有10几瓶，他说，因为我跟我爸就两个人嘛，不能拿太多。我们说的是给院子里面的人拿，也不行，因为他总共就那么10几瓶了，太难了。现在是买不了东西。看看这个药店有没有口罩跟那个消毒液，我拿点板蓝根消毒液。这个药房只有3瓶呢，买不了了，5包5包啊！哎，都是5包5包的，买的要几包？随便拿几包。给我们拿五，多少钱一包啊？30包，拿5包嘛，拿5包，再3瓶消毒液。只有3瓶了。买了，总共买了9瓶消毒液了。那里还有个药店，我们再去看一下，看一下扫荡有没有口罩。这个药店我也问了。没有口罩了，只有2瓶消毒液，每瓶都要10块。我想着只有2瓶我就不要了，我这里已经有9瓶了。就30卢。好，30卢的15、30的10、40、50、50。现在在打酒了，好大的。这个酒坛子要装多少斤啊？它装800斤。800斤，一个酒坛子要装800斤。180，10斤9啊，吃2斤，10块钱了，这么多15块，那个卖酒的帮我们讲价。现在东西买完了，要回去了。半斤你别叫啊，看见外面有人就叫。不要叫。到了，好快的，让他们来拿消毒水，给他拿这个烟花。这个我拿一个回去玩，我拿一把。咱们这哪个？这3个给他装在一起。一瓶消毒水吗？嗯。还有哪个吗？给他装一瓶消毒水，给他装上这个板蓝根。这就是给我姑姑拿的。你都不会呀？啊？都把它分掉，太难买了。走了这条越野大道就到家了。哎呀，红糖汤圆，还有那么多。我本来说弄在这个锅一起煮的。他说他要柴火煮的香，吃起来好吃。我这个都煮烂了，你这个还没煮熟。哎呦，要扒锅了。现在晚上睡觉就不冷了，这个铺上好舒服。还有这个穿上睡觉，我今天赶集买的这个，这是我的工作台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多注意防护哦。我也开始做视频给大家保持更新了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